这个法门的藏机，我们今天讲这个经的无量寿吧，无量寿经的藏机啊，这不问男女老少，也不问富贵贫贱啊，上至下愚，久修初学，这初级初学，续根的立顿，善恶差别都不需要问，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性。这一句关键在实字，真实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啊，真信了，因信发愿，你真信，你才真想求生极乐啊，真正向往极乐世界啊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在净土三经里面，三经都是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。我们应当把三经怎么个看法呢？三经里面讲的是我们的老家，阿弥陀佛像是我们的父母，诸上善人等觉菩萨了，无量无边呢，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我们自己无知，离家出走，受这么多的苦难，现在知道家里好，赶快回去啊！啊，别再受这些苦难了，冤枉了，不值得了。啊，从愿起行，怎么个行法呢？底下这两句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，不再迷惑了。啊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。啊，一个方向西方，一个目的极乐世界。一心一意要想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样的人呢，真是当机啊！啊，那我们想想，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人？啊，给诸位同学说，做这样的人不难呐、啊。哎，这个世间难事，求人难。啊，这登天难，求人难了，这可是求自己啊，都不求人了。啊，自己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所以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第一要紧的是什么？听经，这一点都不假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说法，每一天空过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慈悲济世啊，普度众生啊。啊，化解你自己的灾难，你的贫穷、困苦、疾病啊，你家里面种种不幸的遭遇，经典会教你啊。今天社会混乱，今天灾变异常，你要真正听经说，你能够化解啊。佛对一切众生无尽的慈悲、无尽的智慧都在经典里面。
你不听经，你不懂啊。你不听经，你不会放下。你要真把经典这个佛法了跟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不要劝了，你自然放下，你不会留念了，因为你明白了，你觉悟了啊！你不肯放下，那些东西全是啰嗦，那些东西全是错误。啊，你放下了，你就回归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了。你就回归了。那自信本有的，你智慧现前了，你才真正有能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能帮助别人，当然能帮助自己。啊，帮助自己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！啊，我们不必拖那么长的时间呢。啊，今天果然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跟阿弥陀佛现在就同心。啊，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呢？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阿弥陀佛的心啊，我跟他相同啊，跟阿弥陀佛同一个愿望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这个愿望具体就是这一部经上讲的四十八愿啊，第六品所说的。啊，跟阿弥陀佛同愿，跟阿弥陀佛同解。啊，这不仅真正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。一向专念跟阿弥陀佛同心。你看，你跟阿弥陀佛思同、心同、愿同、解同、行同。这就是完全相应了，完全相应啊！一念相应，一念佛了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你不往生，谁往生啊？啊，四徒三杯九品，那看你的心量。啊，你还是为自己。哎呀，为地球上众生，一生凡圣同居土，小吗？如果你现在心量就脱开了，我念念是为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我不是为银河系，我不是为太阳系，我不只绝不只为这一个地球。啊，那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生凡圣，生那个十宝庄严土啊，那么大的心量。小心量只有地球之外还没想到叫凡圣同居土啊。三杯九品呢，看你的心量，不是看别的。